你有这样子做嘛哈，我妈、嗯，所以你平常你也固定帮他拍背嘛，嗯，啊拍完后另外一边要做，嗯，哦，这样他就会痰会比较容易上来那个，然后人家抽痰也方便。你说你都拍五分钟啊？他们两三分钟，像我们在医院，我们半夜我们都把他拍背，哦，就会跑到吵到人家。对啊，人家会吵到人家不行吧？没关系，嗯，我们就讲我们的，等一下我再来给他做，现在就这样侧躺。啊、手就是这样。好。所以你们要记得要帮他。嗯。像我们这都会把它塞到。哦，你这个很难塞哎。嗯，那用这个，或者是用这个。因为那个是记忆型骨枕头、啊、那以后做一个长条形粘在这边，好吧，好了，你就这样子嘛，然后顺时针逆时针、啊、不过这个你一定要先帮他按摩一下才能够做这个，嗯，妈妈体温不错吧，热热的，嗯，现在天气很暖了，天气算暖了。这个医院跑到这边，我通常都用一个像我们名牌那个哈，然后把这样固定在这边。我这有时候不小心，这个会被那个扯出来。对，我有时候就不小心扯到它。哦，嗯、我们早期的时候，妈妈经常要上急诊室去装鼻胃，不小心。不是塞住吗、啊、不然就是不小心妈妈早期就这样把它扯下来，后来就比较少了，所以你就送到急诊室去装了、啊、对啊，哦，鼻胃管你装不好怎么可能，因为装到肺部去啊，你把东西灌到肺部里面去怎么办、哦、所以一定要送到急诊室，那有经验的护理师可以来帮你，所以你没有学那个怎么装？没有那个没有、哦、有一次哈，他那个药就卡在最底下那个洞的地方塞住了，所以你要灌不进去。那我们都跑到急诊室，什么送急诊室去装新的。那你要自己准备鼻胃管，啊、所以他们鼻胃管自己要准备好几条框子。啊、有状况的话就带去医院，来带相关的设施，这个啊，灌食空针什么都要带着，这样。哦。那你去急诊室，他要挂号吗？还是不用？还是当作、啊、要，还是要小380块钱来要 啊，这样要啊，小380块，然后自己所有的东西都自己的，然后他帮你弄。哦，有一次哦，我已经给妈妈吃那个糖尿病患者的血糖，我这样一整折腾，我就很担心说，妈妈会血糖会偏低这样子。哦，饭前的水血糖已经吃了。他们要饭前要吃药啊。对。早上都喝牛奶的啊，中午你有那些天然的哈，你才有灌天然这样子。嗯，了解。我觉得你不要否定掉他的那个，人家有这么大的市场，一定有他的效果，而且他有考虑他的各种营养这样子。嗯。听说听这种音乐对老人家很好。嗯。哎，其实你可以带笔电来。好，让妈妈这样坐起来，那你放一些音乐给她看，让她脑筋活动。不活动，她可能慢慢会跳。妈妈后来变成有血氧气的失常。好，那时候我妹妹常常会带笔电来放一些音乐给她看。我那时候还没有笔电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真的。可是后来一直到我妈妈走以后，我才要买笔电。那我现在也常常利用笔电就放影片给我爸爸看，比如说我最近拍的照片，我给他，就是说让人家脑有活动比较好，会的话。
了解。我都是用手机啦，给他看手机。可是他画面太小了哈。那你笔电你可以架，他这边有板子可以架在那边哈。嗯。透过大画面给他看，可以看一些以前的或者什么。你如果可以试试看用的。像我们有那个奇美的古典音乐哈，然后它有一些欧洲风景的画面，那很漂亮。那是在 YouTube 上面的吗？没有，那是因为他们、你自己 download 的。出那个光碟片。哦，你给他看。哦。因为有个同学在奇美那边嘛，这样了解了解。哦，想睡觉了是不是？嗯。哦，那你就来的时候哦，就帮妈妈做个运动啦。嗯嗯。做运动应该让他的萎缩不会那么严重，这样子。哦、了解。你要来的时候，你就让妈妈看能不能坐起来。你那个抱他有没有问题、我都是请他们放。哦，你自己没有吗？对。我其实哦，我请外劳也是说要搬弄的事情，不到外劳，我不要，因为怕我自己腰会闪掉。那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很重要。嗯。那妈妈，你平常有吃什么药啊？他现在是吃化痰药跟血管扩张药，西药方面。他有高血压吗？没有。没有高血压，那很好啊。没有，他的血压现在有备着那个有备着血压药。但是医生说那有高起来才吃，所以我们现在是。那妈妈平常血压是多少？140几，现在140几。那也是应该要吃啊。没有，那医生我问过台大的，我问过台大那个医生说老人家150、160还是算正常，不用，他是这样讲，对。那我是觉得，因为卧床病人很容易泌尿干，他每天有人帮他清洗会阴，应该是有的，有，应该是有的，对。还有你，所以你要观察这个尿尿，如果颜色浓，你真的要给他补充水分了、那我不晓得你的颜色浓会不会跟你给他喝这个有关系？没有，那个一天只吃30cc， 怎么、还冲得那么淡，怎么会有关系？所以那你颜色哈、妈妈这颜色我是觉得稍微有点浓啊，可能你可以观察隔壁床他们尿尿的颜色看看，好不好？对，他比较淡。别的房间去看一下，看他们尿尿是。他的颜色比较淡。可能这是隔壁的颜色。注意病人躺久的话，很容易泌尿道感染。对，好，所以你要给他喝一些蔓越莓汁，什么酸性的东西，他们比较抑制他们那个。对，我也是有蔓越莓，但是最近好像没有再喝了。然后蔓越莓买在这里，就让妈妈就要翻身了，拍背了这样子。